样呢？你倔强青铜啊！寡人说不看就不看。你看一眼又不会死。会死。行。你干嘛？怎么样，风景不错吧？给。呜呜呜！干干。红叶，就此里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啊！你说你管天管地，还管人拉屎放屁啊？人家站了那么长时间，那不憋得慌？宫廷之内竟有如此多污秽之事，今后寡人定要派人来此驻守，捕抓这些污秽之人。你得了啊你！你说我带你上来看个风景，你可倒好，你搁这安个摄像头得了。你能不能收一收你那个小皇帝的脾气啊？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些俗人的乐趣，啊？寡人不知道有何乐趣可言。当然有乐趣了。你猜他们在那说什么呢？这么远寡人怎么听得到？展开你丰富的想象力啊。来，亲爱的，你为什么不爱我了呢？因为你是太监，我们两个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，亲爱的，那我明天就换一份职业。不必了，有些东西失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